近日有媒体拍摄到，在某场见面会的宣传活动中，刘德华再次出现意外。当时他站在护栏边与粉丝互动，手指不小心被护栏尖锐的棱角扎伤。从画面上看上去，手指明显出血。刘德华第一时间并没有顾得上包扎，反而是暖心告诫粉丝远离护栏，注意安全，以免被扎伤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样的偶像真的太暖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Thank you.